母乳喂狗。范邦旭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及异宠医生。母乳对狗来说呢是非常好的，尤其是对于刚出生的小狗，它们的免疫系统呢没有发育完全啊，对外界环境中的病毒呢没有一丝丝的抵抗能力，同时机体也需要大量的营养来促进身体的发育，而母乳中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，最重要的是初乳中含有大量的乳原抗体，狗吸收以后呢可以抵抗病毒，保证身体的健康，因此母乳充足的情况下尽量给狗吃母乳，如果母乳不足也可以因狗选择其他的乳制品，羊奶粉对于狗来说呢也是比较好吸收的，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喂牛奶，因为牛奶中的乳糖高于狗母乳中的水平，狗摄入后容易出现一些呕吐腹泻的情况，因此母乳跟羊奶粉对于狗狗来说是非常好的。